了，对吧？你好，你好，你好。十三条上行的时候，它特点什么？在小街和小街之间挤进来，嘴巴说在小街和小街之间挤进来。你先弹两小节给我看，预备起。我从教应该是73年到现在，那么40多年了。主要的教学任务精力都放在那个社会的业余的教学里面去了。但社会教育呢，普及的非常广，现在号称全国有6000万的人。很多国家都没这么多人呢，我们有6000万人在学钢琴。学校的学生他考进来的时候，他基础啊各方面都是经过挑选的嘛，在音乐上基本的才能还是具备的。那社会教育你没预先挑选的，比较大多数的学生才能应该说是比较普通的，但是你没有弹，但是这个键盘他又不做，也是吧，主要没有做渐弱渐慢。我觉得大家注意的什么问题呢？学音乐也好，学艺术也好，要打好基础。去年还在考3级，今年就考8级了，一下就学到8级，他什么基础也没有，速度也达不到，最基本的节奏概念什么也没有，就拼命在弹，音乐更弹不上。所以我会一直提醒他们，把速度放慢，把进度放慢，不要着急，但我们要弹对就可以了。别着急，弹下去。Re do si， 预备起。Si mi so si， si do re re do do。对了对了，我今年7分了，就27分了，27分了，要准备开始，我推了刚开始。你节目单有了吧？有了，谢谢。你有了。一般的都是优秀奖哦，然后那很了不起了，没有，好了不起，都哄小幼儿园的，准备太晚了，对，没什么，后报名比赛非常公平，谢谢。是的，在两方白领钢琴邀请赛组委会向前来参加颁奖音乐会的来宾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社会上搞的比赛太多，有些比赛要求太低了。我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搞一个比较好的比赛？一个，它是规范性，有一定的品质，要有规格；第二个就是要公正性，公平公正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那么我们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在钢琴教学这个领域里面，你要提供一个公正的平台，让大家来参与，感受到公平。所以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我讲了16个字，有谁记得吗？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今天这个山芋是红的吧？红的好吃一点，好吧？给你换一个。爷。好，听你的，穿皮鞋。哎呦！拿这里了。没事没事。对对对对。那是我的大手的。啥曲子啊？签到。啊，签到。我们无非要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社区的活动做好，真心实意把它做好就可以了。阿拉开始。
二年正式退休了以后，想在小区里面搞一个钢琴沙龙。三年前，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居民就不会弹钢琴，甚至有的连五线谱也不认识。他们就喜欢音乐，他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你看现在他们能够自己准确的看谱，能够慢慢的弹奏，这些我觉得都非常好。其实我还没想很多，比如为和谐社会啊，当然客观也是这样子，对吧？作为一个居民，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就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就这个想法。哎，跟这条一模一样啊，吃饭的人一样啊。你看，你拿可以看啊。最后一个叫一大叫，先生。活动的时候，专业教学，快乐学习，非常正规的在教学，但是是符合他们快乐学琴的这个原则的。来嘛，给了。来劲来劲，没谁有理我。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的工作和劳动，但是实际上我收获着什么？一种成就感。人还是需要有点成就感的，而且收获了很多人互相的一种关爱，社区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其实我都不是冲着这个来，但他会给我叫什么优秀志愿者，给我发一个优秀志愿者，我给我一个奖状。我们不在乎他凭什么，我们讲他是你做自己的事情，凭多少跟我们无关。看到自己就是在基层，在社会教育，包括对老师、对学生、对居民这些社会教育里面，我自己觉得很辛苦，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很开心。